无限 FD 有口皆碑。彤彤，你今天说错话，我怎么敢制止？我是来做娱乐节目。那接下来这个就交给你主持了。你就站在后面，鼓鼓掌。好，谢谢。非常感谢我们高雄市政府，我们的黄副局长，那我们经济部陈祖密，还有我们的董校长，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老伙伴，我们的黄主任，主任委员哈，刘主委，我甲讲唔对，台湾你搁阿请，讲唔对你阿咧请，所以我你讲，你欢喜对不对 ？OK， 欢喜，还要甲你啊，摸很大，这一只摸给他拿着。下去。那第一个呢，摸很久，还是我们的黄水城理事长。第三个摸得很开心，还是我们的陈主任，主秘，这就是你今天第一次来了，转过来了哦。被人可以看哦，人可以看人哦，对不对？好的，来鼓掌一下。怎么样？哇，你就知道高雄的特色就是贵宾要跟我们的大家就是什么科技与我同行，不是同行，要大家一起玩，对不对？你们说对不对？对。再次鼓掌一下嘛，对不对？牌子再转过来拍个照，要这样很久没有。好。这张贴纸哦，没上电视。我们三位贵宾拿着我们的。他上次那个。所以上次他已经举过了，这个呢，这开玩笑哈，因为大家就会上拍，这怎么样？这个也不要给他照到，没关系。OK， 这样就可以了。好，谢谢。所以我们游戏就开始了。大家进来，孩子，赶快收回来，然后举着大家贵宾哦，举着手酸了啊。好，那因为我们今天你还要来抽奖，对不对？摸彩。摸奖不是我摸，广东下次。扣薪水，摸奖是贵宾摸。你要主持这个段落，对不对？现在摸奖，今天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以前的摸奖是摸平板嘛，对不对？对。今麦已经摸到底，今麦呢爱摸汽车。第一次呢，电脑厂有送汽车的呢，就是今年，台北也送出去了呢。台北市的六三区无，摸到无通搞，对不对？还真正。台中的呢？台中有摸出来无？有摸到？还没有。台中还没有，现在我们高雄还没摸出去，所以呢，这一次的大奖，好，来先预演一下。诸位，你可能按班摸过，对不对？你第一届啦，是不是？如果你摸两届啦，请你。感谢您的观看，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掌握最新影片动态，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Thanks for watching.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